我不想会翘翘，把脚翘起来。啊，那只脚可以动啊。还是给他垫一个小凳子。啊。他想要翘起来是不是？哎，我想给他拿一个凳子给他垫着脚，我的他一直讲。没有，他不能放下来。他放不下来。他放不下来。是不是？那他平常放得下来吗？他刚才不是有放下来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先请回家去等两个热算。那我把你拉起来可以。没有，这个最好是有放下来。啊。你说怎样？没有，现在放下比较正常。放下比较正常。就两个东西大家都放下来了。是。因为我们脚应该放下，他一直在用力，所以他现在脚也还在用力。嗯。好，用力把它抬起来。嗯。所以他脚在出力了。嗯。不然他脚没出力，应该就放下来了。嗯。所以他这样反而是不太好。哦。就是他随时在出力。嗯。在绷着了，就是你说那个在抽筋这样子，在绷着。嗯。好，不然他应该就是说很轻松，像我们做不是很轻松放下，你这样是不是要用力？对。对不对？抬高是要放用力的。那脚放轻松，啊，你脚放轻松。我觉得他可能是觉得，没，不是我的想法可能是他觉得这个脚啊，没有，他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动，所以他就一直想要动。我是这样猜嘛。所以他人的话，他就要动他的。啊，这个给你垫着脚，哎，放这里好吧？哎，放这里，好不好？放这里。大概几岁了？八十八。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好不好？还是放在我的脚上。放在我的脚上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现在脚又开始紧绷了。对。一放下来它就紧绷了。还是放在我的脖子上，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好吧？奶奶还听得到你说的就对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听不听。21号。今年。中风才这样子，中风之前应该都很正常。对。嗯。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这苦也很紧哦。他现在又丢回去了，这边。我知道。所以他，你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子，不要特别用力，那只要撑着。要慢慢撑开，不要一下子把它撑开。哦、一下撑开的话，它的肌肉会拉得很不舒服。那你就是手放着，自然一个重量，它就慢慢的跟它对抗，慢慢就会放开、放开、放开。哇，它这一股可能比隔壁的还硬。真的。你摸摸看。好。对不对？嗯。比隔壁的还硬。可是它这个为什么感觉像？它骨头是这一根，这是肌肉，这一块，这一片，对不对？骨头在这里，所以那是肉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是可以直的，再慢慢压它，你会感觉它会慢慢撑直。嗯。好。
那你这边靠住它，有点往外推一点，靠到脚跟嘛，我也往外推，那、啊、这个比较用力，是这边用力，好。这个要放松哦，如果是正常的、啊嗯、我们会压一些神经节点，就穴位点，它、嗯啊、那一压会很酸痛，它、嗯啊、酸痛的话，它肌肉就整个都松开了、嗯。可是奶奶的话，大概会很痛。大概的。会很痛。会很痛。很痛的时候，它整个肌肉就是说那个神经冲动有没有，嗯、就被中断，中断的话它就放松了。可是要按的话，会蛮痛的。就是他现在紧绷嘛，那、啊、你就给他带一个更大的痛哦，他就整个前面我们的很大的痛退一下退掉之后啊，他本来那个一直在紧绷就整个松掉了。好、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按穴位最大的地方在这边。那是哪一个穴位？我现在在按五脏嘛。五脏穴。对。这个都只是勾一下，也没有很用力。因为它这样还会蛮痛的，正常就很痛。哦，现在大部分是揉比较轻缓的手法，奶奶比较不会揉。你知道头部，嗯，什么地方，头就是不转紧啊，不转紧，所以这部分只算头部，啊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有韧带吗？太多了。那你告诉我。啊？头部什么地方有韧带？头部啊。头部。那个。不转紧椎。那个颞颌关节这边。就那个韧带有几条？几条啊？应该是最这边应该是颞颌关节有一条，最少有一条，啊，左右各一条。我是说同一边有几条？同一边我印象中是一条，颞颌关节颞骨跟二骨。颞骨跟二骨两条，一个三角形，三条才开，一条两条三条，应该是三条。是什么骨到什么骨？应该是颞骨到三二骨，还有颞骨到三二，还有颞骨到下二，然后还有那个上二跟下二之间。所以你的意思都是在颞骨。就是颞骨跟二骨，二骨之间有三条骨，
三团的打。对。但是我看到蝶谷跟二谷之间还有一团。啊、蝶谷跟二谷。啊哈。但是画成透视图，因为看不到。啊哈。啊，但应该还有，就像眼睛这边。哦，其实骨头之间的结合都是用韧带，大部分都是用韧带结合。没有，没看到。没看到哈、哦。它有韧带的地方，它会画韧带。哦。但是骨头跟骨头只是缝而已。嗯、哦，那是不动关节。哎，那是不动关节，不动关节是没有韧带。所以我今天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的上颚，把我的排呀、下排这样打开，下巴打开，然后我就听到我的那个韧带那个地方有声音，嗯，表示我平常没有在动的那么宽，没有弄的那么宽，就听到那个韧带在那打开的那声音，好。你试试看，你把你的下巴尽量往下拉开，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哦，下拉开。拉开。哦，这边的那个还没有完全好。我上次不是说我去拔牙齿？哦。那边的伤口还没有完全好。哦。还有点，就是已经炒了90%了，但是像你这样拉那么大，没有，还是会不舒服。像正常的咀嚼啦，还有一些都没问题的。可是你说要拉到那个程度有没有？嗯、那个伤口就好像就被撕一下有没有？会比较痛。你会看哇，有四条。四条，还要加一条颞骨蝶骨，是不是？嗯、还有哪三条？吗？你刚刚不是讲那个？就颞骨跟蝶骨，颞骨跟那个下颚骨之间有三条。啊哈。那另外一条是蝶骨跟下颚之间。啊、跟下颚啊。嗯。是肌肉还是韧带？韧带。它那个下颚骨上面有一个地方，因为它那个地方有上颚骨还是下颚骨？下颚骨。啊。下颚骨跟上面接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关节。嗯哼。有一个关节在那。对啊，所以我在颞颌关节啊。因为那个关节的地方看得很清楚，有软骨在上面。对啊。那是脸部。头部唯一的有软骨的可动的关节。可动的关节。跟蝶骨有关。嗯。不一定哦，哎，想着要看囝就来。我同带人来按摩。啊。带到底来按摩。你妈妈也来了。对，在里面。哦。哦，刚刚那个是。没有，那个师傅在抓我们呢。啊。妈妈哪里不舒服？就是一样中风啊。她也是中风啊。没有啦，重伤，被摩托车撞到。意外产生的。哦。撞到三大脑部。哦。所以有出血就会压迫到，跟中风一样，就压迫到神经了。哦。三道神经了。嗯。对啊。
十二年初的时候的事。那他多久来一次？就不一定，也要有空。我们回去休息了哈。啊，算半小时就好了。哎呀，糟糕，我又忘记了。你不要放太快。对对对。放太快，他们有两个抽筋，丢火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一下忘记了。要不然你就放一点，它会有点抖的时候就停住。对对。再放一点，它有点抖要停住，停到它不会抖，然后再放。好像抽筋有没有？筋会揪的啦，你一定要撑开放，会丢光有没有？对，那你慢慢放，慢慢放就好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来再来一次啊，好吧？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吧？慢慢放啊，放到这里，它就不舒服了。对，你看，我现在要放到这里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子。可以，他自己慢慢说。那我就等那么久一点点，一点点的话，先不用它就好了。那我到。现在还好。都在三五秒右呢。好，那我再快一点。哎，其实伯母都